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第十四次会议。报告事项。好，各位同仁，今天的议程呢，上午是市政总质询，那么下午是小组活动。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十三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5月22日9时30分至12时2分止，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祥如户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2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肖议长苏立，郭副议长明斌。报告事项：一、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下午小组活动；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质询议员黄盈智、蔡文旭、张秀华、蔡龙峰、张龙藏、黄秋泽、王美惠、陈信之等议员，答复主管教育处长余坤龙、社会处长张元厚、卫生局长黄维明、市长涂醒哲、主计处长黄明辉、关务处长李建贤、财政处长李志成、文化局长黄美贤、地震处长劳家博、警察局长詹永华、建设处代理处长赖明煌等单位主管。质询要点：黄盈智议员探讨学校操场 PU 跑道更新议题，教育处应研议由各校及学生自行决定颜色，提高运动场使用效率；探讨校园毒品防治业务，教育处应加强校安通报机制，相关单位亦应重视缓毒业务；探讨长期照护业务及落实在地老化政策，应避免医院与外劳中介中心勾结情势发生，减少长照2.0 申请作业，并请卫生局多宣导大肠镜无痛检查政策等议题；探讨北栋行政大楼新建计划变更为市民中心之缘由及预算展延等议题，并请提供中央往返公文相关资料；探讨推动高龄友善城市政策是否实施骑楼整平工程，应施设斜坡及将机车退出骑楼并进行管理维护来提升效能；蔡文兴议员探讨旧市府用地活化再利用议题，建请市府朝茶文化产业发展进行规划，并成立茶学校平台，采产官学共同合作，促进本市观光发展；探讨嘉义公园公共艺术尿尿小童管理维护及其历史典故与嘉义市地名由来等议题，建请市府应重视在地人文历史，并将东门圆环公共艺术朝本土化重新设置；张秀华议员探讨自由路保安宫前绿地座椅设施遗失、科长办事不力等议题，探讨市贤路人行步道积水设施损害、绿地维护及椅子设施应采长期使用及有靠背设施等议题；蔡龙峰议员探讨自由路绿地四张椅子遗失事件及报案事宜；张龙章议员探讨前警察局长严重破坏人事制度与法律，现警局长要主持公益本着、公道公正公平原则，对不合理人事升迁案应深入调查并提供调查结果等议题；黄秋则议员探讨北栋行政大楼工程特别预算案与后续处理事宜及市民中心规划案等议题；王美惠议员探讨建设处应尽速施设果菜市场周雨棚议题；探讨江子陶馆石猴馆位置规划不当问题，并请文化局提供进度相关资料；探讨第三所市立幼儿园事宜，教育处应编列预算提送议会审议；探讨自由路绿地管理维护并加强地面平整度等问题；陈信之议员探讨文化局长答询态度铿锵有力，并针对问题回答议题；探讨北新国中校园空间不足，教育处应研议争取无偿拨用博东路文中用地增加学生活动场地议题；探讨市府官员对议员之建议案应造册列管，避免产生困扰及造名市民误解等议题。散会12时12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好张秀华议员，那个议长，我想议事组这边记录那个会议记录呢，帮我更改一下。我那个科长办事不力，那个是前王科长，不是现任科长。啊，哪能对这么黑你们肯定不公平？好，前王科长，好加一个这样子哈。好，谢谢。好，加一个前王两个字哈，前王科长。要宣读吗？好，那再宣读修正的部分。探讨自由路保安宫前绿地座椅设施遗失、前科长办事不力等议题。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会议记录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确认。市政总质询。好，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市政总质询。那么今天上午登记40分钟总质询的议员有一位，就是我们吴尚明议员。那么12点前的剩余时间是议员同仁的共同发言时间。那么首先我们请吴尚明议员来做质询。
敬爱的萧议长、秘书长，我们很认真用功的图书长，来以及咱各位企业一级主管、常务市长，啊，咱姐姐这一级主管，啊，我呢这议员同仁，啊，这记者媒体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早安。啊，我首先呢，先来发表我一挂个人的这意见哈。因为咱嘉义区并无灾情的负担的问题，所以呢，首先我要来和咱土市长的一团队探讨咱嘉义区目前一重大的问题，因为咱嘉义区怎啊当讲全省是灾情零负担的一都市，最近。大家监督统计，就是咱的蔡建路的前瞻基础建设，这个建设的计划呢，中央是规划八年八千八百亿，八年八档的期间，八千八百亿，包括咱的迄个铁路建设、轨道建设、水资源、绿色能源、智慧。科技诶，城市、城乡均衡建设，第五项诶代表性诶建设。哇，咱对这个国家咧未来的发展真正诶重要。当然，咱家己嘛袂当讲有来欠息，有来欠息，而且咧爱大大来争取。土市长，请问你简单说明。你要安怎配合中央的政策，利用咱有限的资源，请你就优先顺序的分期来执行，卖袂吼散大的行为啦，卖怕散少啦吼，事事要做，做事做一半，迄唔好，尤其咧你第一任的任期已经剩。一半而已，吼、哦！所以我这里这个、问题，你简单，和你差不多九分钟，简单一点，好不好？你的顺序，安尼，你简单一点，吼、哦。好，请涂市长来回答。啊，谢谢主席，谢谢吴善明议员。从我选举的时候到选举以后，每次拜会吴善明议员，你拢跟我讲，吼、哦，这铁路高架最重要，啊，一定要好好来努力进行，啊，所以吼、哦。都要好啦吼，这下一次吼，应该是讲都要好这个轨道建设。啊，买三公有可能是阮去甲迄、那个总统哦，一直讲啊，家己只要铁路高架化，所以伊才宏观面想讲啊，无全国拢来把铁路这个轨道建设当成其中的一个项目啦吼。啊，这个部分当然咱就率先提出哈，啊，率先提出说是顺利的纳入这个前瞻计划里面。但是其他还有其他的项目，我们回来以后呢，其实是我们已经开了几次会，我们的一直主管大家都知道，我都要求他们要对这个尤其还没有决定的，有一些已经稍微被决定的，像这个绿能啊，大部分都决定离了台南那里会做一个什么地区，但是我们还是从绿能的部分，我们还是提出一个嘉义的全屋顶计划。啊，前几天才就再去跟那个我们的这个经济部去跟他们协商报告。那其他的水环境，我们这些也才去找那个吴洪某、吴政委啊，去跟他们讨论。那以及说多数更新的部分应该要怎么样改善？啊，这个部分我们也带着我的主管啊，一起去跟那个我们张景生。政委啊，也是跟他讨论，也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像城乡建设的这个部分啊，我们也提出了非常多样。那这个部分随时要提出的是要竞争型的，那其他的哈，已经大部分被大框列的，我们还是努力去看看。那这个部分，因为这个8800亿哈，会把一些资源都吸到这个前瞻计划，所以呢，万一申请不到这边的。
年度计划这个部分中央也会比较宽松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积极的哈，来向中央争取各式各样子的可能的补助，搭上这一处的前瞻建设的一个便车啦。那如果没有搭上的，也还是要认真提出来，因为这一边也可以申请。那张景生政委特别提到这一点，说：如果万一没有搭上，你们不要担心，因为这边的潜力会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争取的。哦，市长，谢谢。市长，我感觉吼，我看你来当外头咧，当半当八个月啦，我感觉你咧讲话即顺吼，较有气魄咧啦。啊，咧有当啊，你学者型的讲话，迄含数政治家无受伤啦。哦，我是讲这个问题，我来再讲这个第一个问题，请你用详细书面来答复。哦，记住咧。我一再强调本市未来发展铁路国际化，本市立议会工潮将近20栋，铁路国际化有重大的关系，咱已经啊期待28栋，今年呢在年底咧启动，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本市无看到详细的时间计划拉图，都无看到时间计划拉图，吼、哦。后来对，你唔通从前任的前几任的市长好大喜功，对遐啦违章拼命，吼、哦，工作多做作少。市长，我系感觉前任的市长。还当做两项三项的大建设，啊，你可足以教育家市民啊！回想咱家己的铁路国际化已经讲足久了，甲咱当时在咧讲的台中、园林、屏东，早就拢完工啊！吼、哦，啊，有记咧，台中甲园林已经完工，啊，屏东嘛最近嘛咧完工。一张插高手，咱慢慢仔来，唔是一点一点。你呢？因为你是认真的争取。我也去讲，去年的10月23日，我总结顺你讲，我来你讲，你爱赶紧去找蔡英主席。事实上讲，你也做认真。你让宝东两个招你落去台北，啊，宝东做歹人，怎么样？让张景顺登岛啊？有人知影，对不？张景顺你是说哎，迄久啊啦，迄免啦，对不？哦，阿妹啊，蔡主席做你目骨，现在总是有一个好的消息，铁路国计划后，市区登记分东西。铁路界被打破，对咱整个界的市容会改善的真多，咱也做个改善真多。尤其这个铁路高架化、地下化，我回想较早，咱界是两个立委，一个蔡同元博士都过身去啊，一个黄敏惠，一个江宜蓉先生，这种好朋友啦，我是讲是非啦。那两个刚才在争取地下化、国际化、地下化、国际化，我一再地去讲，德国、日本拢国际化，因为铁路我有去代替车程，交通部一再强调讲，咱那是一个地震的危险地带，无做好地下化，尤其经费加一倍，所以这块咧，多数的市民咧，为咱家己的市景。啊！咱铁路国际化做起来，咱家己的市民呢，为咱的市景会当骄傲。不管是车头站前，还是铁路沿线，铁路沿线相当都市的规划等等。我老早咧讲就是讲，你遮敢有规划出来啊？对不？吼、哦，你遮敢有规划出来？我希望讲，你铁路国际化这个，你爱做一个专设的办公室。你嘛爱做一个网络，对不？爱报告
你铁路国际化的这制度，无你吼，我咧感觉讲今年你这些党纲吼，还是会遥遥无期的吼。我是烦恼了吼。啊，路几条咱路绿桥，地下都还好，都市会当讲把东西弥补这个问题，我将会在你托市长的领导之下，应该爱逐片来表现。即话咧讲，讲道理，是唔是听唔听的问题？这事实，这是眼前的问题啦。这毕竟以后是爱听啦，啊，本身感觉啦。你听起来了后咧，为新民路到中民路，才闹起三千的行为啦。所以这条铁路高架虽然是做唔偌久，但是咱一当都行透有七八当啦，对不？咱来等到迄个完成起来先，咱来看安怎处理啦。所以李俊烈伊注定无爱听，我了含伊讲，伊讲唔是啦，迄都爱有一个一定的时间嘛。长期来讲嘛是爱听啦，听起来对。咱中兴路到新民路这段闹一个所谓的经济商业圈起来，哦，包括嘉义市一节节嘉义路桥也好，北兴路桥也好，破坏路桥也好，爱天平的天平，哎呦，怎把嘉义市做一个非常平坦的都市？我说嘞，建议你在府内赶紧成立一个执行小组，涵盖相关的局处，定期来检讨、来修正、改进细部计划。你有同意无？有单单多一句多，因为我讲时间多。市长直接回答。啊，市长，我们都已经成立了。你带回去了，你就赶紧来成立这个。我等你摆动，好啊，定期小组，定期来向我议会来做些报告，安尼好无？议会绝对做你后盾啦。好，谢谢。议会绝对做你后盾，因为这个街市是梦寐以求，因为我知影大家足欢喜的啦。是，吼，你啊做起来，我感觉。我一直来讲，你选举是得看办理啊！你进来绝对在推动这个铁路高架化啦，那已经吼、有看到胚胎啊啦，吼、啊，这么来就等生囝啦，吼、对哦，好，请你坐下吼。所以你这么吼，我来加强督导管辖，咱的分门来分类，分进合集，系统性的整合推动，希望在你领导必成功。一亿，只要你的基本建设以及细部计划的规划，你有信心一步一步来完成。咱家己市议会的同仁，我伫遮已经讲二十档，大家的会议记录都是你要听的话，都是铁路高架化。这萧万中先生为着咧选择我委员，倒来家己开的一张支票，让市面上了解吼。吼、吼，安尼，爱说明清楚，无你就从台南市安受伤啊，台南市都到处咧抗议啦，吼、请你市长管用一个市民小组的方案，互市民了解。我相信该市民袂抗抗议啦，这个该市民应该是袂啊，以只有做到会当支持你，啊，反对也少，啊，当然，迄天一个学生。你蔡英文总统讲的，因为学生实在毕竟他的知道度很小啦，哦，知道度很小啊，尤其哦，联合国高层伊唔知影啦，哦，啊，伊政治都知影，伊反前瞻性的计划嘛，对不？反前瞻性计划，迄是有当下有政治目的，有当是啥物嘅目的？大多数的人，我听起来拢是支持前瞻计划的，对不？啊，伊唔知道，伊就安那写一篇，地方的记者，联合国几下？伊都唔知啊，所以这点呢，你就是爱有勇敢，唔是一个你那公安就是，伊也唔知道。嘿，森林铁路是为来改车头到北门了啊，这段路应用到什么？嘿无，吼、哦，以上。啊，所以这个呢，希望讲铁路高架化这个问题，你绝对，我再次讲，你讲今年年底的启动，吼、哦，蔡英总统也讲年底的启动，啊，怎么无启动？但是都浪费了呢，吼、哦，都浪费了，吼、哦。执政者同行行推出的支票不得实现，吼、哦。然后蔡英文的民调怎么把作低，吼、
你的民调低，唔免烦恼，因为我有来调查，你的满意度有提高，你的满意度有提高。啊，民调嘿，不能代表说什么什么艺术了吼，啊，本身的看法就对了，吼、哦，哦，本身的看法，所以你就认真做。我都来，记住嘞，这个中央吼、哦，有这个轨道建设计划，啊，落都市的轻轨部分啊，从新竹市。有反转的轻轨，啊，落去基隆的轻轨、台南、高雄，拢逐步分到一寡建设经费。你到目前拢无摕到咱未来大家地区，咱的街区，当然是淡黄区啦，鸡卵淡黄区，都、就是迄个人同营养的对啦。哦，你来看。文林嘉义，吼、哦，就是淡黄区。连通轻轨计划，请问市长，你未来敢有这个扩充的计划？以城市这个市区内对外联络轻轨的建设，咱大拢知影，在市区嘉义到太埔站有一段距离。如果啊有一个串联台铁、高铁以及轻轨的三铁交通的联盟。不论你对嘉义市民还是观光客来讲，交通的运转将有一个真大的迄个好处啦吼。我是提供这个意见吼，这嘛是爱学者专家看，嘉义市是不是有这个需要？所以嘛，有人对这个轻轨会有这个意见啦吼。以上吼，阿都来咧，这是我的一部分啦。同最后一部分，我阿都真济啦吼，就是讲最后哩，唔是最后，我去年四十分钟啦吼，一时间一事情，总结顺的心，我真可以，真可以，吼，因为我会感觉你的人袂歹，因为我会当讲经过土色支持馆长，柯世炎、赵柏华、赵文玲、陈丽珍、黄敏蕊、高丽，我见过。我再次提醒你的人格特性，你的面相作业熟，结果笑面的啦，哦，这对你有帮忙啦，哦，可以再次提醒你的人性的透骨问题，哦，讲话客气，人有当来讲啊，市长好，你嘛袂晓人讲啊，大家好，迄一句话。真好听嘛！啊，昨天你啊头讲话，你啊市长啊，伊嘛是会要支持你啦，因为我遐人嘛足多，讲伊来叫市长好，你连来回应都无来回应，你变成你有一个优越感，哦，这台大拢是安尼啦，我感觉台大学生拢有这款倾向啦，对吧？柯文哲嘛是这款的，这款的倾向，啊，柯文哲伊嘛无咧行面就低啊，伊嘛是一直做，吼、哦。对人性的记忆力真歹，当然你看到我高小明，绝对会记嘛，因为我议员嘛。啊，你今仔看到这个，啊，这个选举来支持，落来一道开始，你别来做就落去记啦。所以这点你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吼、哦。啊，虽然呢，你眼体的思想真努力，是。无计较，拢无咧宣传啦吼。事实上，我顶届会议来讲，恁两党后内底应该成绩会渐渐出来就对了吼。间接对后面的对你的应用，市民对你的民调不观点，市长每一个人拢是优越感，所以你呢，我希望你爱细心监督来改进就好。听讲。你最近的民调满意度有提高，几个单位做个有提高，可能你也唔知影啦吼，我是特别在许个，即可能吼，最近你娶你的教授的夫人啦吼，恁教授的夫人我是无介绍啦吼，我是安拄着安大寒先生吼，可能说是你最近出门吼，拢娶你的夫人出行有关系。你看，
你安尼面未笑，你再者不管是笑头笑面啦、啊，啊，伊提教授呢，伊阿咪受伤呢，我教授，那人迄大家对印象都好，啊，我感觉伊个面吼，有一个半呼应呢，迄、那个面有迄个帮忙，即个安个面呢，吼、哦，所以吼、哦，我是讲，你叫你个分享，你会晓时间行未赴吼，所以你就是爱确定未来你时代发展，这是我。对市场，你这个叫即系重大建设哦。我都来咧，就是讲，咱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已经有一个方面，污水下水道连含排污烧伤，即不顾将来也是会当做转运中心，也是会当到位。就讲哎，处长到位上。哎，你简单到目前好不好？我时间不算。好，请李处长来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哈。我们那个货展中心现在正在设计，那预定在7月底就会完成设计，我们就会来进行招标。那希望在8月底呢完成整个程序之后啊，9月就会开工了。哎，处长，哎，小姐，我肯定你的能力啦，哦，我肯定你的能力。这届花莲桥会当如期来开工，阮二会三条民生南路，遐一条以上，遐有人去建筑的，遐一条以上三条，你赶紧去争取条以上。你来拓宽土厝村啊12米，咱土厝村啊就是大家知影吼，有这4米大路，土厝村啊边后一个4米大路嘛，迄是较早咱土厝村啊4米嘞，一条啊囝尔呢。现在你也要想着说用那个花园桥的生意款啊，那个机会删掉那个顺路道路顺路成那个医生3亿多要来做高速中央，所以高速中央人哦，所以梦寐以求呢啊，这多久会当完成简单的路。好，请李处长回答。这对市场谢谢主席哈、哦、跟议员报告，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正在市府里面办与错庄的土地取得的说明会，那我们希望在年底前完成土地取得，在同时呢也希望工程设计啊可以来进行，我们希望快一点把它开辟完毕。高速城啊人永远都是以道路封闭的征讨啦、哦、你这条12米我会提案、哦、我来加速一下，是这个12米这条起来真的不简单，都花园桥对面嘛，哦，啊，都就是到遐。我本来路是只是挖过尔，哦，啊，迄阵人咧讲遐什么自行道路，尾啊，较早起历史个较早也是无，所以我有区别就对啦，哦哦，啊，遐地主尾啊足清楚些，后面咧切割啊嘛，对，你我解决真实代志，所以本性咧非常来肯定。谢谢，市长，你用这个我来讲，真正赞，哦，赞就赞，那拜我就讲拜，嘿，对。哦，来，小姐，来，谢谢。这么好，市长，我到了，今仔好，朋友我写信就好难了哈。北角路2尺，这个北角路2尺，以我知啊，含对进步的探讨，咱湖内180几公顷，湖内是用环保用地取得湖内古老电商，湖内180几公顷的。诶，主题区嘛，对，伊咧讲，你北角路2尺要安怎做？即马我来你讲者，一个区大点收，我相信新来这大处长，这个我差不多，你爱有一个主题，绝对爱有一个主题。你这主题咧算咧，因为咱个台市黄敏惠市长，台市产业创新条。创新产区都是一条日本料理对面了，咱只要是不是用一个咱的科学园区想看看的啦，我无得较丢啦，吼、哦，以往国外无得较丢啦，吼、哦，我是提出讲人哪讲，也是讲养老黄老园区，你绝对爱用一个主题来咧争取这粮食就丢啦，吼、哦、吼，伊只个地主咧非常。一关心，大家拢同意咧关来台湾这北角路2尺，尤其这北角路2尺
是咧嘉义区，是咧大农民啦。即嘛国贵也当呢，哦，即嘛国贵也当，所以是啊。来，吴议员拿麦克风。声足清楚，哦，声足清楚。以后来克服迄个问题，即北方拢是赶紧来用，哦，迄是遐地主，拜托我来讲者，吼。好，请吴议员麦克风靠近一点。过来，好，继续，好，过来，这里。这处长，处长，啊，做转运中心安尼无无问题啦吼，咱做咱的，伊做伊的啦吼，哦，伊都安怎啦？恁，那咱规嘛无可能啊啦吼，伊嘛是同意内政部关系家己做，咱的十几公顷尔，到明年一六七月啊，路顶就拆起来啊，迄是该坐车呢，对无？哦，这该市民，遐人钓啊卡人也好 ，A P I 人也好，坐车都看到遐咧座位啊。对哦，十公顷尔，我看起来做哦，十七个月就起来啦。足简单，你话一百八十几公顷做外久，哦对哦，啊遐土地转运中心起来，大卡车袂当遐家己嘛，头拢爱担遐担遐迄个项目，所以这对家己的生活品质交通拢真好。所以这转运中心的，我希望讲照你老早阿咧讲，吼、哦、吼、哦，我听遐地主吼，做人当当顶的吼，人灵人西吼。安尼几啊天的啦，吼、哦，几啊天，你来也欢喜的啦，吼、哦，四十栋啦，四十栋无做啦，吼、哦，吼、哦，所以这个吼，一旦赶紧来完成吼，啊，落来就是讲，市长，你也足关心啦，吼、哦，我今日这个务必，因为我阿转任首都，一起分住啦，吼、哦，我再来讲正中市场，有偿保养和咱市政府。在咱民国一百零六年，咱已经有偏列医生，分八单无色分级，经过议会专业支持，遐拖犯的会得讲伫遐生存，一将近几百个，对无？吼、哦！国营财产局咧无偿咧，我说互咱阿买，这对咱市政府财政嘛好呢，对无？咱家市。敢有一个市立公有市场无嘛？当市场、西市场，你若即个当做一个家市公立的竞争的市场，市立的市场是真好。建设处赖明煌，我对足清楚啦，这陈丽珍的手就离开啦，陈丽珍的手离开的啦。对哦，我真侪代志阿都无爱讲你啦，吼、哦。市政府建设处一再拖延，影响本市发展。你也查这拖延何去何从？人遐个人是无限的放出呢，伊无咧无咧要求反映工程也好，我建筑不偌好，啊我怎啊问起来？哦，当然内底一股主管在马拉讲，讲是一个小违章，啊，迄个违章拆掉就好啊，都合法了吧？迄合法的建筑不啦，对不？哦。咱阿嘛咧关落咱市政府，啊，咱市政府看是如何来分配这些摊位，互原来这些摊贩继续伫遐生存。所以讲啥？你有当时就会到骗到讲你面着地，遐人讲你好意变到歹意，所以希望这代志咧会到主管叫签起来。过去我同心商，但基本是啥？伊做秘书长的时，伊跟我讲说：“我员，我有逐前处理，以逐前处理啦。我转到苏州都讲，伊逐前处理，我负专责就对啦。所以这市长，这问题吼，爱管好就解决。尤其地上物的所权人，后写保证书，配合市政府，诶，地上物无条件咧送我咱市政府，愿意啊咧负责全部的费用。”所有的法律责任
所有的法律责任，哦，这单纯，而且激进，激进处，那用法很复杂，对吧？我感觉这关人是好官呢，公务人员做代志，还是咧替天行道呢，咧做好事呢。我说市长，对我来讲，这建设处长，你我爱做认真。我听讲这个代志，市长有交副市长都相当的协调，对吧？这代志爱国际来解决，这个人呢，绝对来拍十万的普法战。这个人爱杀树气啊，不调调你按怎做按怎做，咱这官调对咱市政府干嘛才有好处？啊，市政府、市议会四千几万偏八三的医生啊，何里贵啊？哦，以上即我市政府啊，你特别来提这个。这代志吼，阿都来吼，都来。这个 LED 的代志咧，嘉义市的市民的感受咧，哦。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好，把嘉义市会当讲大放光彩，但是外口传说有一挂弊端，吼、哦，有一挂讲安怎安怎，但我相信是无啦，因为台湾即摆当讲是调查站也好，地检署也好，啥物也好，吼、哦，厂商都厂商卖检举呢，对吧？这个标号就这卖检举，这卖检举。所以我相信这是无代志的吼，但是你做这 LED 的，我感觉嘉义市民对于我是肯定了吼，吼啊当然，即马即个外口的传说，吼、哦、外口的传说，这是用时间爱来证明下即个 LED 的代志啦，吼、哦，所以这 LED 也当讲嘉义市今后的代志，吼、哦，过来就是我再来讲这光三十六。这光三十六嘞，光三十六，会当讲在陈丽珍市长初开始议长的时阵，伊叫着争取国民财产局无偿补偿给咱，将近到怎啊，差不多二十几栋，咱都做一本册，所以本册是会当压倒戴水林的最后一根稻。伊无知影，伊在在讲讲现在看看嘞，迄本册我感觉是袂歹呢。基本是十一栋的建筑物拆上了成七栋，伊做三个主题一公园，迄是仿佛咱个龙兴花园安尼共款，我看啊真清楚，对无？啊，即个阮议会保安宫保生大地，咱家己同大景个宗庙下后，你要办说明会，阮议会怎嘛同意？啊，我当就是在讲，你大建设处长。我以为虽然通过350万，嘛阿路550万，你的退缩，那个美化，吼、哦，爱赶紧来做，吼、哦，唔当干那讲，这一技术这边好，那边好，迄做无代志啦，吼、哦，这么隆重算起来550万，吼、哦，落350万，你赶紧去退缩，那个美化，北京路这美化，市长。你要提出批评啦！一共主管有啥七十来话咧？去讲人来咧遐讲啦！你一九八六啦，那我阿婆我八六啦，啊，剩一半呢？恁好一九这吼，一九八六是通过咧呢？恁这都是爱含欺负一九主管，一当做七一九主管来遮坐吼，我相信拢85以上的一九啦，那我就可惜嘛！啊，我一九是到80年啦，我都未晓读书。对不、哦哦？所以你 EQ 好，你的观点好，你就要含这些事物 EQ 主管好沟通。那唔能去听听一寡违法来嘞啦！我勒前话讲，唐太宗魏征，魏征是甘愿用太头的呢，伊教了唐明皇讲真心的话，伊教很变，对不？那你唔能讲，你讲。我相信你讲，下骹的手敢来讲安怎？你爱好好听，
啊，会杀你，咱来接收，这是好的领导人。那无你做皇帝都话，哎，拖去杀，安怎？唔对，你都爱听大家意见，对吧？哦，我相信你是一个真 EQ 真高，有真优越感的人，所以你这优越感吼，吼、哦，我爱放较低咧啦。我大大我诶学生吼、哦，比较我记住低啦。诶，大大学生为了做有人个呢，无输我这家乡个呢，对吧？爱也要做人，也要做事，外交爱好。当然，政策外交好是好好叫迄，迄嘛不是讲叫啦吼。这个政治真正是一个真大学问啦，真大学问。啊，我郭雪明为大市管理员，仅存我一个名，以十四个来大市做市议会。剩我一个名，所以情况对金山，黑龙波算起来，刘东坤、刘议员黑龙波算，但我仅存未管理回来，所以我做咧财政处长，市政府这地已经列入历史文化古迹，对不？我的感觉咧，就是讲这地爱赶紧去开发，咱来留下。咱的历史建筑，咱的市议会一部分，村呢，出东西，阮议员当时也有讲，哦，讲地上物保存，地上树种主要来开发，含咱的101，台北的101同款，过去的101咧，是我是一个饭店，啊，过去，伊开发的期间是50栋，未来延到70栋嘛，对不？哦，等到70栋，所以70栋，一年的输东西人来竞争都足大。人企业的经营和企业的做康复不受伤，一是以市场而铸造经济，为经济而铸造市场。我昨有听阮一个工人讲，说遐咧做地啦，嘉义市沙卡无一个地点。我的好朋友王兆军、龚兆宇，去同大经。大溪沙卡湖一间地点，这个，你都爱赶紧，想尽办法保留市场，保留建筑物，看你保留偌济，还有一个意义嘛？会当咱想咱囡仔，而且回忆，哦，我读大同国术毕业，哦，经过遐就走过这大同，啊，虽然路有溜球，对吧？但是古话许，民国40几年，罗延平市长变入来。哦，起码你总有70栋啊！你看，说定是讲，旧的市公所就是一家，啊，旧的市议会代表会就是一家，啊，出呢，恁安装落去开发 ，BOT 的开发，会当防护咱101，安尼50栋、70栋，研究看下咧，对不？赶紧会当把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是嘉义市，是嘉义市目前的精华地区，还当讲以后咧。是嘉义市市场以后这块土地是嘉义市的地标呢，的地标，因为水阳路高铁大道嘛，所以以后拍通嘛，得过去嘛，哦，啊，这边这民生南部嘛，水阳路，这阿伯这地起来是嘉义市的地标，你安怎来利用这嘉义市这地标呢，来做好嘉义市，和人讲讲哦，嘉义市来发展，哦，咱来看。都有人看上旧的市政府里啊，吼、哦，旧的市政府里啊，吼、哦，啊，旧的代表会里啊，迄种历史的演过就对啦。啊，这历史大是第一届的议员，你爱看塑造一挂，给大家一个回忆。啊，旧的市政府是安怎来发展，安怎来改制，做甚么事？这是历史的保存，哦，今仔时代咱大家的历史保存。来，你简单答我一下，好不好？市长，好，请李处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这个吴议员哦。
这一部来讲，我们会秉持这个文资法24条方面啊，那么来做调查研究，之后就分短期跟长期。短期的话，尽快把它这个朝文化创意产业来活化它。但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准备啊，有关于您刚所指示的设定地上权50年到70年之间啊，一起来。好，延长一分钟。谢谢议长，来做一个这个比较永续的，让地标式的、在地文化式的，那么来发展这个经济，让这个文化跟经济能够兼容并蓄、永续发展。以上。来，我有麦克风，请开麦克风，麦克风。啊，处长，下去，下去，议员我有礼貌了，下去。迄、那个我来讲吼，这个嘉义市古市政府这地是咱嘉义的选择地带。你要看西岸外环道路，从台湾全省大人向来来讲，咱西岸路一条是专属地带。迄条路我逐工为遐过，迄条路我破甲，所以我做了迄个工务处，咱的道路会保养是偌久，要锁定一个期间。唔得讲，我也无做好啊，我该做。迄种袂使，你讲交政府别个代志。好，吴议员，时间已经到了。好，吴尚明吴议员。我们其他的议题是否等到10分钟的登记发言再来发言？时间已经到了。好，谢谢我们吴尚明议员40分钟的总质询。那么接下来是议员同仁的共同发言时间，每人的这个发言含答复站的是10分钟。首先，我们请第一位黄秋泽议员来发言。大家早。早安。建设处哈，动物收容，你伫你的工作。报告，你写讲105年10月甲106年3月半冬的时间吼，收容动物440只，认领认养的334只，拄好76%。第一，我就要了解吼，你收容有列册无？对一天收容什么动物几只？认养的对象是什么人？你有列册无？认养是啥物啊？因为足济吼，因为一挂流浪猫狗，伊本身啊，咧饲的人，家己放互啊，乱乱说，造成吼对其他的市民的伤害也是无方便，所以敲电话要求恁去抓，抓了了，等于伊过来认领啊，认养，对不？所以这个咱要个认领认养爱注意啦。哦，像我咧无采工，大家咧抓。过来，你个弥陀罗的动物收容所啊，哦，弥陀罗的动物收容所啊，有进度啊无？啊，到底是安怎？我讲啊，拄啊，迄个收容的迄个列册哈，甲你的认领认养列册，你啊提供资料哇嘿。哦，啊，迄个动物收容所简单得，是安怎？好，请秘书长来回答。多谢议长啊，感谢吴议员对这個议题的关心。昨吼，5月过来，这昨过来办第6届的招标，啊个老标，所以我回去了，会甲阮建设处的同仁大家来协调，看这個案到底要搁往下来去行，还是要安那？伊这有农委会补助的这個金额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必须要立刻来去留标立定，哎，搁留标。啊，这是啥物原因？你安怎？啊，就是。无人来寄标，啊去探听这厂商的投标意愿，就是讲，今去做吼，附近的民众会抗争，造成这工程未顺利，所以就无人要来领标来寄标。啊，老公无人要标边喏。啊，所以我回去来讨论看卖，啊，搁甲这个做者较好的改善，看有机会通啊来继续搁行落，还是看要安那做。啊，头拄仔你所讲这个，这个清澈外马上来。会补起来，议员了解。好，你请坐。是，谢谢。这个、流浪动物哦，即马暂时的收容是伫资源回收厂呀，弥陀路。
这环保局长，咱遐有一个迄个简易焚化炉，较早哦，动保法还未通过进程啊，不时有咧烧吼，也无人认领，看一礼拜两礼拜无人认领，啊，就掠去烧啊。即嘛动保法通过啊，我唔知影伊也是动物病死因猫狗啊，恁到底啊，哦，为十月。甲即马三月半冬内底，恁烧偌济只？你知无？好，请环保局张局长来回答。这个部分我无确定，应该我无听阮的同仁讲过有去烧嘞。遐有迄个一个简易焚化炉呢，你唔知哦？我知影有迄个焚化炉。啊，你唔知有咧烧啊，无咧烧啊？我印象中是。无咧烧，你印象中无咧烧，你都唔知伊无去看，你用印象诶哦。你小贩开来了，谁再去看？去问去了解，看到底拢做这半冬烧几只，有咧烧啊无？啊是啥物原因烧是病死，啊是啥物？啊即款动保法通过，未使乌白烧咧，对无？啊未使乌白烧，你到底440只，你烧你诶认领76%。834只，出来个只坐到底，迄是迄个所在是，也是咱去收容遐个动物遐到底是安怎？即嘛我重点了，你来讲一下物件。你应该是有咧烧，到底烧偌济？有合法烧无？因为有几个百姓，定情嘛，定情讲不是味道遐有臭味啦。有咧烧诶，迄可能用油烧诶款呐。啊，烧诶阵哦，附近诶百姓开始去查看这到底这个味是为底来诶。因为讲足奇怪，大家啊，讲有奇奇怪怪，烧臭味大诶味。啊，结果因去查了，因发觉就讲应该是这个简易焚化炉，底下咧烧在咱抓着流浪猫狗。啊，到底是安怎烧啊？是白死啊烧？啊，到底烧偌济量？伊是按不时拢会闻到这个。啊，恁咧内管，咧空气污染的内管，空气污染的场所的前内管几啊百位啊，逐一天拢去稽查百外位，半冬拢百外位，啊，拢总合法，拢总啥？啊，你像这有咧烧，无咧烧，你唔知？啊，总有咧烧，啊，到底恁有甲内管啊无？恁有个咧百姓一直咧盯紧，一直咧监视。啊！你拢唔知道？你下昼转去需要哪代啊？哪代先哦？我听着你的，你去现场勘查了，哦，看到你烧几只？这我等下来了解。哦，你开下了，你随机了解，变成真正啊，迄名啊，面条就是安尼过来，你请坐，对吧？迄附近啊，咧安尼有变成啊，咧安尼名噶，变成要消费来检举来定情，对吧？我决定啊，这就是民调是安怎的，安怎甲你骂你都唔知，你用骂啊拢唔知的，对吧？啊，你环保局长嘛唔知，对吧？我讲哦，咱的先市政府哦，我真拜你讲的，咱的邻里巷弄的道路的问题，咱市政府就是市区道路管理处的条例，你将市区道路管理的范围。你甲限定伫都市计划已经征收开辟都市计划，了过来就是计生道路，就是大法官400号解释计生道路，叫恁市政府去认定，市政府无一个土木科的人敢认定这条是毋是计生道路，无一个敢，你知道？啊，所以你无在认定会产生啥问题？啊，你咧市区道路咧管理这有啥问题？你也当管理范围，我看都市计划已经开辟啊，已经征收开辟啊，从来你拢变无法度管理啊，你无法管呐，无法度管理地，你要去铺什么高楼，要做水沟，到底是计划道路、市区道路、计生道路、现有巷道、私设道路，你市政府要认定的单位，计生道路是土木科，现有巷道是建管科。建管局的现有限度，伊阁还阁敢认定啊？迄建筑线的指定，对无？但是恁土木局唔敢指定，所造成啥问题？
搞落落海，搞海，你要求恁去会勘，要求恁去做，唔敢做嘛。咁有出去嘛？怎有办法无？我甲恁讲，爱想办法。到底啥办法？爱想啊，紧紧求啊，啊，做唔敢发包啊，较做嘛，遐大条，遐叫会倒落去地铺啊，遐六七个拢往遐铺呀。啊，干交拢是遐邻里巷道啊，所以你家做里长不值咧，遐地摊卖啥？哎、欸，你甲你讲的，你都唔知，你都无去做，下底都唔敢做啊！啊，唔是安尼尔呢，唔是唔敢做尔呢？哎、欸，有诶位呢？哎、欸、哎，有输得倒落，哎有位呢？去围起规个社区，大家就咧骂啊呢！啊，造成到尾啦，小过啊！啊，变成怪相，怪政府啊！政府无灵啊！政府你去唔敢啊？认定一条来甲认定诶，这条是计行道路。袂使为，啊是这条是现有行道，现有行道你的市区道路管理处的条呢，嘛无管理违法的法令啊。啊，但是恁咧认定过去咧认定拢是以现有行道咧认定啦，但是恁法令内底讲无啦。啊，后摆意思你直接甲嘉义市民讲，那现有行道，还会使为呢？所有管理内底去为呢？你市政府无甲管呢，为了要搞啊？去法院告告了的时阵，才来输赢呢。看法院判决的结论呢，所以安尼落去就造成民怨啦，足大的民怨啦，一世界都咧骂啦，迄毋通违规也调啊啦。恁若无在解决啦，放互伊无恁去调解，啊若无恁去修改，啊叫你堕落去，你就去来做做落海啦咧，啊无你就去哦，去找所有权人叫伊写同意书，啊要对找所有权人，啊人要同意唔同意？袂晓同意，都这个问题都是伫每一里、一里内底行道内底足济足济问题呢。你拢无听到外口咧骂呢？你拢无听到呢？啊，恁来法院看安怎去修啊？看恁这个解释，看那法院拢有，但是恁就太老。好，延长一分钟。恁内底这公务人员太老解释法院。拽东拽西，家己拽拽到家己死啦！家己说无代表去维护管理啦，对无？啊，这种政府方调度较好尔啦，对无？啊，佫唔想办法，啊，你要乌白改改税，佫改税啊，佫改啊，法院佫改啊，佫修啊，对无？你有修的，我有看啦，修的嘛袂通啦，嘛无到解决代志啦，这是足重要的问题。逐工要发生的问题，你这个建议，阮这里代表建议去看看看看看。啊，头前一条过道路拢会使铺，后壁这条也无这条输这道路，对我无法度铺。啊，去绕几啊条，啊，中间两条会使，啊，前后遐袂使。啊，你附近的百姓都没事了嘛？所以这个在你讲唔通几遍，啊，你内容有当时啊听听听，等于袂去一日下底乌白，甲你拽拽拽拽，你也无像我讲，我用这个精神去研究法令。好，谢谢黄秋泽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我们请第二位陈信之议员发言。啊，议长啊，市长啊，市委主管哈，啊，议员同仁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哈。啊，咱的南潭，离这几落冬来，咱投资离南潭来内底也好，啊是这周边也好。吼、哦，也是后山也好，应该是将近嘛过千万啦吼、哦。但是，予阮的感觉就是讲，嘛无啥物有较特别的所在吼。啊，尤其南潭内底咱即马用的喷水吼、哦，啊，若像即马欠水的时阵，无雨水欠水都袂当喷，啊，袂当喷，过来，迄可能久若无用，过去就歹去吼。哦爱修理，好、哦、啊！今年咱有看到讲交通处有一条八十万啦，吼、哦，是要修理嘛，吼、哦。但是后来啊，根据阮所了解，对这条钱有可能无要用，恁即马要去甲告，告讲伊爱赔偿，吼、哦，还是讲伊爱伊报告期间内底无服咱嘛，吼、哦，无甲咱做好啊！安尼我即马来请教咱处长，吼、哦。咱即马过来要安怎处理？恁已经有甲告无？还是讲恁这在准备要甲告呢？好，请教官处处长来回答。
谢谢议长哈，谢谢陈议员。陈议员，我们现在是正要向那个责任的厂商哈提出告诉，目前是在准备这些程序当中。是。我今麦我有一个建议啦吼，是不是过来，卖阁开落呀，卖阁喷啦，安尼会使哩无？是恁要阁继续阁修理了再阁来喷？议员报告哈，迄、那个咱拄仔咧讲修理的部分吼，迄、那个是进前诶一个设施啦，对嘛？好，不然咱有阁做嘛？即马做的时阵，就是讲咱的水库的水无充足嘛，咱嘛无得去找着讲有水源的，当互咱的水库充足，继续来喷嘛，对无？哦，啊那安尼的时阵，你叫设立遐的时阵嘛无意思啊。那像即马即个我无得哈喷的时阵，迄机器也歹嘛。对无？原报告哈。因为这个合作暂时的时间，大概是这个枯水期的时阵哈，大概咱就暂停了哈。啊，预计应该是咧六月以后应该就会使阁启动。啊，你关心着讲这个合作，这个中这个部分车因为无喷，是毋是会脱掉的状况吼？这部分车我有议员说明，就是变作讲，阮逐礼拜，阮逐礼拜，阮有去拢有去做这个合作，拢有去维修，拢有去维修的动作，逐礼拜拢有啊。拢有去保养，拢有维修，都每个礼拜都有做这个动作，是。迄、那个，我头拄下都对啊，我有一个想法吼，来你请坐吼。市长，你嘛想看卖看安尼可以无啦吼？你诊断看卖诶吼，因为医生嘛吼。啊，这个病情吼，我是感觉讲，既然南潭无法度有这个充分的、这个充足的这个水，那甲这个无落雨，啊都无法度喷嘛吼。啊，无咱是毋是当换一个方式？然后无咱甲刷来相互公园安尼使无？相互公园是咱临江的鹅嘛吼？啊，是毋是好好甲整理一下？啊，咱住迄组甲搬来遮，凡事啊，搁较有人去咧看哦。吼、哦，啊，搁较有人看，因为无水，要紧，咱咧是泵水嘛，吼、哦，咱会使泵水起来。啊，你若南潭是无法度的呢，南潭咱是要泵水都无法度，哈，泵水起来用呢。啊，咱相互这个，吼、哦，是会当抽水还是泵水起来加，互伊有水嘛，吼、哦，啊，你是毋是可行呢？哦，市长，你想安尼会使着来？我听你的意见者。好，请涂市长来回答。啊，谢谢议长，谢谢台基议员吼、哦，这个创意吼、哦。啊，我唔是咧工程的医师啦，我是人的医师。啊，所以这个工程吼、哦，迄、那个做遗嘱吼、哦，啊遗嘱唔知话袂话，我唔知啦吼、哦。而且我过来请教专业吼、哦，来看嘛，讲如果做遗嘱可以的话，过来讲啊爱开偌济钱吼。哦来用哈，啊，过来再评估说这个一个观光效益哈，啊，我们再来报告。因为我是感觉讲南潭迄个所在有较偏远，是，咱要去看，有可能嘛，较无迄类吼，啊，暗时很暗嘛，足少有人去看。啊，那如果讲住迄个会当甲搬来阮湘湖公园内底，吼，搁较闹热。是，吼、哦，啊，咱固定看当时咱来甲喷，啊，如果讲迄个鹅，吼、哦，啊，深度啊是啥物无够，咱请专业的，吼、哦，来甲咱诊断一下，那会使哩，咱都甲处理好势，啊，怎啊甲提来遐喷啊咧？好，我来研究，这是最有创意的吼、哦，我来。会使啦吼，吼、哦嗯，啊，这条我唔知啦，因为我外行诶。对，这条吼，感冒分市长吼，诊断一下，那会使哩，赶紧看会当来对症下药，吼、哦。啊，迄嘛较袂歹去啦，吼、哦！啊，咱来遐继续，啊嘛较有游客，吼、哦！看当遐吼，咱才会当发展无，吼、哦！来，你请坐吼。过、哦、来呢，咱的这个四贤路呢，你都甲早期嘛拢有咧喷，吼、哦！嘛拢伫迄路甲遐吼，啊，拢原来有迄个会当咧喷水的吼、哦。但是以我根据以来安尼，我离安尼咧行咧时阵。有一个缺点，就是讲，第一，遐拢有树苗啊，吼、哦、啊老了了的时阵，都甲脱离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安尼嘛都爱了水，嘛都爱搁了电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啊哪个技能安尼，是不是我会当个用掉？卖，咱倒不如甲囥一挂沙，吼咱阿公阿嬷啊带孙去吼，吼迄孙啊做会生沙呢，阿公阿嬷啊带孙去。
会当伫迄内底，互伊去伸山，阿公阿嬷嘛会当来遐边啊吼，安尼含人聊天，画一个弧线啦吼。啊，我毋知影讲干嘛讲，哎，这个是我们公务处处长吼，这算恁的道路嘛，吼，啊道路内底，你感觉讲安尼可行无？啊，若如果讲边啊遐吼，若感觉讲囡仔伫遐耍，安尼边的可能你哭掉安怎？是不是当加装一些安全的措施，吼、哦，好给那里来得胜，未危险，吼、哦，啊会当搁较安全。啊，迄我感觉你喷真正都无啥咧喷，啊，穿着拢迄个球啊，都加擦去啊，啊擦去都未喷啊，哦，啊莫大了讲小气啊，这么搁换着搁做侪钱的，安尼这个可行吗？会当甲用掉哦，卖喷啊。好，请公务处李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哈、哦。有关这个喷水的部分呢，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来了解一下到底它的原来的设计跟目前的一些运作的功能哈、哦，再跟议员报告。那至于设这个沙堆让小朋友来做玩耍哈、哦，因为现在世贤路正在做一些人行就是绿带的一些设计，那我想我会请我们的顾问公司来考虑一下。看是不是适当哈，在这个适当的位置，我们来做一些设立这样子。对，因为我是感觉讲吼，因为虽然是迄个路角来讲啊吼，我也感觉讲那个是比较危险吼，但是我认为讲，如果咱呐安全措施甲做啊好，遐个买当互囡仔一种，互伊不一样的体验。因为遐啊无，倒不如你着甲吞落病，啊无你着我那个吞落病。因为我感觉讲，迄真正是早期的设计，迄拢感觉唔对啦。因为咱咧树拢足侪，啊，即马落树啊，容易啊，咱不管是拢爱去清，啊，咱嘛无迄个能量，嘛无迄个清才来清啦。吼，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一些真的很不适合来，你请坐吼。所以我希望讲，有一寡真正是早期设计无好的所在。咱是不是当像这届当头头处长讲的，人行道我们都要再重新设嘛吼，重新过来做，因为也蛮拢足久的，啊有的拢已经开去啊。搁一点来讲，我觉得人行道不要种树，是不是恁们这届要来征收的时阵，是不是当种遐人行道树啊，看要安来甲刷，因为安来讲嘞，早阮安尼的时阵吼，咧清水沟也好，伊迄根吼。拢会甲串根，啊串根拢会甲串去咱的迄个水沟，啊即马水沟了串去的时阵，环保局要去清嘛，我都清嘞，因为都冻袂落，啊拢树根，啊即马树根了的时阵，咱的树核啊落都去拆掉嘞，啊拆掉嘞造成咱的积水，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你这部分是不是我们有办法去克服，吼、哦？种只树啊，你即马要用嘛吼？种只树啊，会当甲看要安那刷刷好树枝吼，啊好会当阁继续迄、那个啊人行道最好，我感觉啊，以后咱的人行道同好慢慢种树啊，因为迄是只会当破坏咱的建筑物俩，无嘛无啥物迄类啦，吼、哦。而、啊、且好延长一分钟，你这个部分因为。我较早做里长，所以拢会时常爱含咱环保局出去啊，这个水沟、塔里啊啥啦，我们都要去清。所以阮非常的了解。啊，了土啦入面，搁树啊搁入面，哇，塌掉了呀！麻烦咱环保局去吐嘛无法度。所以我希望讲，到尾咱做一届，甲用个树枝，吼、哦、啊，会当予咱的嘛袂造成阮细汉路的积水啦吼，啊嘛免造成阮环保局人员的困扰啦吼、哦。好，谢谢。好，谢谢陈新之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我们请王美惠议员发言。主席、副市长、行政主管、民代小姐、阮议员同仁，大家好。我首先先来甲咱卫生局探讨一点问题吼。最近咱有高级人抽烟，这个禁烟嘛。局长，咱人抽烟禁烟哦，即卖因一做生意的人来咱服务处，定情就是讲。第一张的去年过，是不是无代表今年的过嘛？是不是安尼？局长，局长，好，黄局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议员。这个旧年的代志哈，今年不一定会过迄、那个。对嘛，今年无一定会过嘛。
是不是安尼？局长，伫遮第二张的时阵哦，伊阁检验过，阁检验过啊，结果伊是大的，伊每一届拢买差不多十包回来。在十包的当中，伊阁去挂予人五斤，五斤是伫恁检验合格。结果伊挂予人五斤的时阵，以后发票哦，后收据哦。结果恁去迄间来验的时阵哦，摕当去验未过。局长，同款的物件，伫大卖遐恁用现场买甲来验会过。是安怎去到另外一间一模一样的物件，只是恁来摕当因恁的检，因为因认为合理的怀疑，就是感觉讲恁要摕当伊的身，落来有够清气无？有来哄抬无？所以讲局长，这个 SOP 吼的方式，你爱详细去注意啦。我讲安尼，你听好无？我知。你知吼？但我讲的情形，你敢知道有发生安尼？我即马较知影。你即马较知嘛吼？但因为我遮有两张，因为我嘛做明理的啊。因为第一届验无表示第二届会过，第二届伊也过，第四月二十日伊也过。结果伊就想讲验了过，伊甲敢挂号人，结果挂号人的已经检查未过。所以讲这个问题爱去相当的注意，因为我无反对恁去检查，因为你为着家己市民的健康，我无反对。也毋过做爱做啊，特别卖去老人，好不？局长，好，过来，局长请坐。好，谢谢。市长，我感觉讲吼，今仔甲你讲这个话吼，非常的沉重啊。伫恁北港路吼。雄雄出一个这个空档啊！来监控室，今市长我这张看无介清楚。来监控室，这张市长，你应该知影这张写啥物嘛？吼、哦，伊这张就是写讲嘉义县市，你甲我，你是两零，我是两百，有真侪的营养物。要予咱大家己，再来阁讲，县市合并建构六都以外巨蛋，市长，我来你请教一下，到目前为止，你知影这张是有带来无？我感觉，感觉食家己人食伤八角，家己吃。嘉义市东西市四五当前黄敏惠做代志，我不认同。可是伊这件我爱来学了，因为要合并的时，黄敏惠东西市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伊反对到底。市长，我今仔是安怎非常的生气，唔当认为都市长是一个故意人。无爱好伊人民，嘛无需要安尼下来当下。嘉义市有嘉义市的骨气，市长。今仔嘉义县议会，县长已经讲他要朝向县市合作，市长。而且我代替嘉义市民来你问者，你认为这张？对咱家里亲有帮助还是有伤害？来，市长。好，请涂市长来回答。啊，谢谢议长，谢谢王美惠议员哈，这个关心。这个昨天晚上没有报又来打电话哟，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这一张的哈。但是这个议题一直有人在谈，坦白讲八年前哈，那时候就有提过，那时候的想法是跟台南市跟台中市一样。那是有建设性的，因为合并变成县辖市，这个整个地区会增加一年100亿以上的分配款。这样，这个是有道理的。我是说，现在这一种哈，这边你讲对这边讲，这是合并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指示我们本来县市
就是要，我们就是嘉义县、云林县与嘉义市本来就要七亿联合助理，我们每个人做四个月的那个临时供职，就对，轮流做了哈。这个就是说，虽然行政七亿没有合并，但是合作还是要的，所以我们是联合助理方式来合作，合作一定要合并的话哈，这个是坦白讲，那个时机过了，未来我们有没有这国土总规划啊？国土总规划，那个不用再来思考。好，市长，甲你后解说啦哈，市长，伊这不是合作啊，这三位囡仔都看有啦，是，要哪家己市民哦吞落啊啦，要哪包开啊啦，市长，我希望你爱硬开，是，家己市有阮这议员都百姓互你靠。绝对唔同啊！呢，这重点市长，唔是，这重点是讲最近吼已经有足侪代志啊。市长，这时机点吼，我讲我你听，你讲时机点不对啊。对，这不好的。也唔过人家议员的馆长已经提达多啊，伊的议会已经讲啊。市长，我来去借问咧，馆长要讲这个问题，有甲你参详，有甲你讲过无？当然嘛，拢无嘛。所以讲，一家人相告，嘉义市虽然人口少，嘉义市的人不去。这市长，这问题是地位的问题啦。市长，地位加不去，那么过去地位也无效啦。爱有坚强之心啊，市长，白白民进党的，无需要安尼的答案啦。这不是大东西西不好啊，东西西这个不好啊。今天你哪好，我这议员哦，过三个半暝站就去领导来弄问啊啦，讲市长还紧答应，还紧答应，因规个财产，因规个地拢要挂家己去的，结果即马做是做来互因家己管，搁较大买尔，市长。一张，我真正非常的生气。今仔日白白民进党诶，是爱来照顾民进党诶，若做了无好，爱来来打，爱来来牵绳，毋是安尼诶啦，大侠。市长，我搁来你问一句，那未来伊去啦小英总统讲，伊坚决要做安尼诶时，你要安怎表态？我想吼，小英总统不遐戆啦吼，因为今嘛有这个一些作者代志要进行，还要多起战场，然后让这个事情变成社会上的一个争议性的事件，这个是不是很聪明的做法？我相信总统不会这么不聪明。但这样如果问我的意见的话哈，我当然是马家公，这个是不聪明的做法。而且这个是不对的，而且我们议会、我们嘉义市也不会这样子同意的。市长，你安尼讲个是彰化县无吗？彰化县无讲咧，彰化县是一个足巧的人咧。我不是讲彰化县，伊拢家己蔡英文流行时代啦。对，那个是因为因的提议嘛，就是爱问地方的提议，小英总统都会听、啊。所以伫遮，市长是，我代替家己市民。大家拜托，你爱勇敢说不，是，好不好？你是不是会当伫遮来转达你市的市民讲，你绝对无同意咱家家己关合并？市长，如果总统问我，我一定会跟他讲说，我们嘉义市民是反对县市合并，把嘉义市从省辖市沦为县辖市，我一定会。延长一分钟，市长，我是安怎会安尼来讲？因为嘉义市民对你的寄望也足大的，是。虽然骂拢骂，都是咱家己的囡仔，希望你会当搁较好。我讲实在，大家慢慢骂呢，大家渐渐的回来倒，慢慢直接去新路面呢。市长，大家拢爱为着嘉义市民好。希望选一个市长，唔通把家己市袂去。好、哦，市长，你爱听入这个声音。
市长，是这足清楚的，这足清楚的嘛哈。我希望你也一个咯。是。好，以上。好，谢谢王美惠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我们请张荣章议员发言。啊，继续，下一场啊、哦。大家好，好，我啊，对我发言。我针对头先王议员所讲的啊、哦，我们不要担心了嘛。这个县市合并，县市长都没有权利，是议会的权利。第一点，第二点呢，除了国土规划，由中央呢形成的国土规划，可以不经过县市议会的开会，所以不要担心啊，不可能事情。市长你就是答应也不可以，也没有用，好吧？除非中央国土规划才有，所以这个不用担心的 啊。来，市长，主席，请市长到前面来。好，请涂市长上备询台。啊。市长专员，我啊，你讲四事件要改变嘉义。六件企划翻转嘉义，迄当时呢，市长的确定义为的确出四事件改变嘉义这个计划，本席认为不可行。现在呢，本席来印证，你第一个计划就是健康防老园区。本来呢，你那个防老园区的施工，必须做33公顷，啊，会当。建筑一万人，别说五座，165公顷，165公顷。起码呢，根据你这次的施政工作报告带头呢，哦，很可怜呢，已经沦落到什么程度呢？只有14.15公顷，这怪个大计哦。45不被做了，抛弃了，被什么呢？被呢以专让征收方案。专案啊，让售的方式，要求啊，开发商呢，购买土地的时候要规划健康防老园区为诉求，确定吗？第四，你的四次线改变下来，第一次线哪里是轮到亏？噶今麦现在救水计划出14.15公顷，啊，国民家己要做诶，国民家己要做哦，是要啊。开发商拜托你，开发商以为要以健康环保园区做诉求呢，也不用那么在呢。市长，你不要一厢情愿了，你自己的想法。新力量，哎，开发商他们一切是以利益为优先的，以利益为优先的。哎，老董，去所在，你都没健康环保，不是他讲哦，做不起来了。其他的方式做其他的行业，我不敢讲。为什么？环保局的风化炉底下那个大烟囱那么大，想干起啊？想干起你讲啊？本来环保的是讲，因现在是讲就就零年，我就要来啊，养心地，看几只鬼火啊不？呼吸新鲜的空气，好的环境，自己起来看到别家的，快去大烟囱底下，风化炉底下。人与人死啊，要不养生，要不环保。这个市长，我从第一次定席会，现在是第五次的定席会，我每一次都来建议啊。这个如果你说，我来要做这个健康防老园区，好，从33公顷每一座减为缩水到14.15公顷，然后要做挖掘，但是呢？第一点，第一先解决啥呢？焚化炉。如果你不做其他，不做其他，我不敢讲。如果要做健康防老园区，焚化炉的这个大烟囱底下不可能做，做不起来，现在也不敢做。所以这边有请我建议市长，你要做这个分析，啊，财务分析、经济效益分析，要顺着去了解嘛，然后让这自己自批。我们来民调前面有些铺嘛，有些炮，人家走人家走来塞嘛，你不会跟人家不会走嘛？从第一届搞到第二届，第二处啊，你刚刚四变过了，你哪有精力啊？不做财务分析，财务分析，这个最重要是拆与不拆，你拆还有希望说健康的人家进去，不拆永远不可能。其他的用途我不敢讲，但是说健康房的人需需要。那个大烟囱在那边的都不可能。市长，以前是比如说
你的调制电铁路高架化，那时候北西一再给你建议，哦，对大会也建议说，你要求我们市政府呢注册立领，就是没这几年对不啦？我还在大会一直跟你讲，我说市长不可能，有可能的话会的话，王炳瑞他当国民党副主席，他跟马英九的，这非常好。那我的意思，就是一个法律的中央，其实一个法律的规定，一定因为你开发以后多少有周边有些经济效益嘛，对不对？有经济效益会增加，所以地方政府呢一定要负担一点。所以，比如后来你到我服务处来，市长你记得吧？我们可以建议，说市长不要离这样零零是不可能。我那时候建议说，你从5%开始。跟上面谈，就10%、15%、15%之内呢，我们都可以做，因为我们在这个财政各方面都可以嘛。结果你政策不错，38.9亿，也就是说14.几%。我求我本席说15%呢，之内都可以答应，结果就成功了。好的，所以你这个变成事情变很，对不对？很固执，人家讲的多。你都不听，啊！像这个事情，我讲了多少次，五万人区这个黄岛园区，你们取了卫生纸也没有座位，也不听。我们一眼的想要吵，哎，水也弄上，那油也弄上，医院亏回来，华林边等于分析，人家讲，毛光一眼先建立，是不是可行？不可行？你无嘛？你当议员说讲的，都是耳边风嘛？没什么嘛？他早就做了起来。我讲哦，铁路高架化，哎。虽然那个《眼镜杂志》还没公布了，但是听说了，还没公布了，还是最后一名了。所以我说，本席跟你讲了，市长讲，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以为说，哦，这个铁路高架通过了，哦，什么都是好像什么都好，都成功。通轨，啊，可启动，所有也起名说款，我让他们去接待去。起名都无感冒，更不用起名做花艺，从没看过。这讲实在话，不是我包你流水啊，我不会啊，我跟这个怎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们要使用地方好嘛，不可能大家玩命讲，哎，这大楼没这路桥呢，封闭起来，我免得行，我要再给他上课，要报销，这都废弃了嘛。啊，像我女儿被糟蹋了，废弃了，你这都考虑这个了，哦，听说，应该市长应该知道。是最后一名了，所以这个我不好嘛，不是这样嘛，就是大概是这样啊、哦。所以市长，我们每一个议员，如果建议你认为可行的话，有研究价值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研究，要要求你的局处长单位好好来研究，不然是万一这个公司也可以来研究啊，这样才好，好吧？另外这个，哎，就是说秘书长，这个。国泰市场啊，迄北栋甲拍卖场啊，迄雨棚哈，东边迄做雨棚啊，有听讲伊是业主应该做的哦。哦，第一点，哦，业主来做。第二点呢，自来水呢，还是因装修的哦。我们政府啊，我们政府是有这个义务，把所有也里面的改善措施呢，我们是好好交代给我们业主来做。每在好人改开开点心啊，秘书长，你了解？如果有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想办法把它能补助一下，补助过来。你认为怎么样？好，请秘书长来回答。谢谢议长啊，谢谢张议员，就这个北栋哦，风雨盆家哎，主来最新是这台湾改写，我也来认真去改了解。啊，告诉是应该的事，我想应该是阮公部门爱去改。负责该精力和合适，对，好、哦，不能恁政府落来，我这义务也是应该的，对啦。我所有的感想和我们啊，高房业者，你说我觉得，应该出钱，咱就重点啊，我们要照顾啊。另外哦，市民这里如果是有哦，也要帮助哦，啊，要帮助。这点原来建议啦，哈、哦，因为是过去几啊年做的这个实况啊，我来了解，来了解，来了解，好、哦。哦啊，另外，这个一上课、下课的台阶哦，太高，是，
很高，都只能削啦，是，烤就可能削断你。这应该怎样嘛？有这，我反应嘛？系有，这嘛当庭看到有民众在那边落来，所以有看吼，所以说还是是，那你讲还是上百万哦，还有钱嘛？没有这个预算嘛？好，延长一分钟。好，哎呦，这钱嘛，该做按做，哇，无伊个变来话件嘛。啊，过另外哦，麦克风，过来，咱别讲哦，也分破产。伊个天花板过会漏水，好不好？哦，所以讲，即国家起是通电了噻，怕日晒雨淋通电了是，怕太阳太大，啊，风雨太强，所以把这个最主要的是卖哦，一头拍掉，卖河水压掉，那个成功了，动点虾嘛，好吧？哎，秘书长，你辛苦一下，这一个职务啊，这可以说很忙的哈。你要是了解，能够来解决，马上赶快解决，好吧？好，以上，好，谢谢。好，谢谢张荣章议员的发言。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大会休息十分钟。当然，现在继续咱上午的议程，下面的邀请带领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市长、各位及主管、议员同仁、媒体朋友，大家早。我想针对今天一个很夯的议题哦，来，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财政处长哦，请问我们嘉义市目前的负债的金额是多少？财政处长，谢谢主席。你起来以前先看一下，先举手一下哈。请问我们嘉义市今年到今年度，我们的负债比是多少？负债金额是多少？我们如果是在已经结算的话哈，是1.17亿。1.17亿。但是如果说已到了。到了我们上季的季底，等于三月底哦，四月初的话啊、哦，只剩下2000多万。只剩2000多万嘛？因为我记得上次黄秋泽议员、张秀来议员有跟你讨论过，我们嘉义市现在到四月，你说到四月已经是剩2000多万，对不对？是几乎零负债了，对不对？我们到了第二季的话，大概零负债了。好，是。那财政处长，请问你对嘉义县的负债，你有稍微了解过吗？哦，他这个部分来讲，详细的到在去年的部分来讲的话啊、哦。就是在等于说我看到去年的部分230几亿这个亿的那个负债，但是那个去年现在新的部分来讲的话啊、哦，因为都一直在变的话，他们最近也还了不少钱。对，所以到去年为止，嘉义县的负债就大概有230几亿。那个最高的时候了，最高的时候嘛。好，但是现在应该会在我估计大概100到180以内，因为他最近还了不少钱。调度了不少钱，越花越多。不是，他是调度，他等于减债，因为中央要他们减债嘛，因为他们这个被扣分了。好，来，处长您请坐。谢谢。来，请问涂市长，今天我想很多位议员哦都在关心这个议题，像刚刚王议员也有拿到这个刊板给你看哦。来，涂市长，我想请问你看到这个刊板，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托市长，我刚才讲这是无巧的做法啊，无巧啊，那无巧。因为这个嘉义，我猜这个嘉义县写的了哈。哦，假设这是你猜是嘉义县写的，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了哈。好，那图片哦，当然有个蛋黄蛋白，也是算有创意了。但是哈、哦，这个时间点以及这个议题本身就不是聪明的一个。做法，那你认为立这个刊板的人，你说有可能是嘉义县的人写的吗？哈，猜吧，你猜是啊，哈。那你认为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大概会不会觉得说蛋黄做太久了，没有蛋白做太久了都没有蛋黄，他们把嘉义市当成是说蛋黄期哈、嗯？那看起来好像要来分食我们的蛋黄吗？文字上是想说让这个蛋黄好一点，但是可能是。
真正的是想说蛋黄大概蛮好吃的、哎、对，所以要来吃掉我们就对了，吃掉我们的蛋黄。他上面写是没有写说要吃掉蛋黄，他是说要让这个蛋黄更好。好，来市长，我跟你说哦，刚刚我们财政处也有报告，嘉义市的负债到今年四月大概剩2000多万，我们已经几乎零负债了。我们省吃俭用这么多年哦，扛灯内都，那我们的财政这么的好哦，然后嘉义县那样无止境的一直举债，达到举债上限，甚至他们现在连自由裁员都没有负担他们的人事费哦。以这样子的负债来看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真的不行跟嘉义市谈，他不可以跟嘉义县谈合并，连有一点想法都不可以。来，请问市长你怎么看？所以我才说这个不是聪明的想法，是这是不可能的。哪里有一个省辖市要住院降回变县辖市呢？好、哦，那如果说这个县嘉义县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啦，哈。对、哦。那当然，这个也许议会还会说，嗯，啊，你给各个各个抓给嘛，对吧？但是这个纯粹只是说行政区域结合，又要得到好处，大概很困难的。好。但是啊，这个彰化县县长啊，在去年，也就是2016年10月12日啊，他就已经跟蔡英文总统报告过，有提出这个希望县市合并的这个愿景哦。我相信这个报章杂志也都有写出来。那市长，你应该也看过这个消息吧？当然，他一讲那个，我记得是树溪那一种，我刚好去那边，他马上访问我。好，当然表示说啊，这不可能。针对这嘉义县这样子的一个主观的愿望，你当时候有没有，后来有没有跟我们蔡英文总统报告，或是说表达我们嘉义市的意愿是意向是什么？我们那个树溪一访问我们，我们马上表态。当然，这个我们不会笨到哈，随之起舞，因为我一直相信蔡英文总统不可能哈笨到去思考这个问题。伊即马代志足济啊，他有可能在另起战线，所以他当然也不必问我就知道，哈，这个人跳就是跳呢哈。所以我不会说笨到说还要跑去跟他说，哎呀哎呀，被安乱，哎，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聪明到知道说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嗯，有人当然要用这样表态来表示我有在替我们的县民啊市民做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但是每个人做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可能随之起舞。好，来市长，希望你就是可以一直保持你这样清醒的头脑哦。好、哦，因为以前在黄明慧市长时代，人家说因为是蓝绿党不一样哦的关系，政治因素，所以才导致县市没办法合并。那现在的政治环境就不一样，不是县市合并，对，那时候是台南县市、台中县市、哦、不是以及云嘉嘉合并才有150万人口，那才有资格做县辖市。所以那个县辖市的意义不一样，因为县辖市就是跑到上面那一层，一年可以增加100亿的这个地区的总分配额。所以说那你讲的那个部分跟我讲的不太一样嘛？对，因为当初就是黄敏惠一直坚守，就是说我们嘉义市不可以跟嘉义县合并。不是，不是。那很多人会觉得说，云嘉嘉，云嘉嘉，云嘉变成一个县辖市这样子，直辖市，嘿，对。蒙嘉嘉。之前应该还没有谈到。云嘉嘉吧，是你上任之前才谈云嘉嘉吧？对，全部都是在讲云嘉嘉。好，那我回去更新一下我的。全部都在讲云嘉嘉。反正之前的是你认为是因为蓝跟绿的关系，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是绿色一条边了，所以你不能因为这样子被。不会不会，因为那时候我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你清醒的头脑。对对对，可以哈。好，来，胡市长您请坐。那我请教一下那个建设处代理处长。今天黄秋哲议员有问到你关于动物收容所流标的事情哦，你今天跟黄议员报告说6次流标，因为没有人来投标，是不是？来，代理处长。赖秘书长，好，主席你好啊，谢谢戴议员对于动物收容所这个关心，因为流标，嘿，你说没有人投标，是有一间投标，但是迄流标。哎，今天没有过、哦。那你今天跟黄秋哲议员说的是没有人来投标哦。是。事实上，我在这边补充哦。事实上是有一间，有一间来投标，而且它的标价已经低于我们的
已经低于我们公告哦，哎，我的资料好去哪？低于我们的那个标案的金额啊，我们标案的金额大概是3700多万嘛，他标的金额是3600多万，那我找一下我的资料，不好意思。好，来这边，包括上一次，今天是第六次，好，啊，现在正在开标，所以我那流标我不知道，所以正确来说是5次流标，是，好，今天是第六次，不是昨天。再来就是我们发包的工程费是3700多万，3739万4000，然后呢，厂商经过2次减价是3660万，好，但是已经低于我们的这个发包的工程费哦。来，处长，请问为什么会流标？好。感谢议员哦，因为咱今仔第二回啊，所以今仔你主持迄个。我跟你问第五次，今天是第六次，对，为什么会流标？如果是照你刚刚所讲哦，咱的底价啊3700几万，但是迄是底价应该还阁唔知，开标的人较知，底价拍几较知。所以还有一个底价是不是？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工程包预发包工程费3700多万，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底价嘛哈。那是不是底价太低啊？但为什么连续5次都流标？有可能是安尼，还是厂商有考虑其他？啊，伊5届的发包差不多爱5个月以上，所以5个月进前所定迄底价到今啊，所发包的底价甲市价是不是有点啊 gap？ 爱造成讲可能无法度入面。第一次公开招标是1月11号，然后第5次是5月12号，也是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底价开得这么低，到底是为了节流，还是刻意不是就是不想要做动物收容所？来，处长，请你报告一下。潘水，议员你讲嘛，因为你看到的迄预算单价是3700几万，啊，再你讲包厢的报价吼，因为你差不多说讲是3600万，两个差。差是差36分之1尔，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不是底价砍得很低哦。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容我发包后，我去看那个情况，然后再公告这些。我们的发包工程费3700多，我们还有农委会的补助款嘛？然后厂商的标价已经低于我们的发包工程费。那如果我们的底价到底是有多低，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还有农委会的补助款一直流标，你要去检讨原因是什么。来，请问市长，市长，我们的哇时间不够，好，之后再讨论。我们请市长这边哈，无啊，时间到了哈，过来咱邀请丁秀华议员发言。谢谢，副议长、市长、所有局处长哈，我想还是来探讨一个所谓嘉义县现在正在开会讨论的一个县市合并的议题哈。我今天早上哦，刚好在北港路开车，那就看到一个大看板，我真的非常讶异。我的光金哈，来那个音控室把这个照片秀给大家看。我看到这个，我当时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用意哈。但是我越看又一直觉得奇怪啊，这其中好像有一点阴谋论，好像有一点要渗透什么意涵在里面啊。他写着管区修旧资源扩大，当时我还没想到说是一个在谈论什么议题，然后我看到下面还写着一个大嘉义大发展什么联盟。刚刚王美惠议员讲到这个，你是我是蛋白，你是蛋黄哈、哦，这个议题才让我想到说，哦，真的如我所猜，好像有一点阴谋啊。是的，我跟他这个议题，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讨论，然后也要非常慎重的来因应，看怎么样来对嘉义县的这一个看法。我想我会当讲的是，因为来不及做看板，我敢若会当讲清门大户啦。今仔日咱嘉义的市长叫涂省哲，
嘉义市议会的议长叫萧淑丽，咱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所在，伊竟然伫咱的各大路口，我拄仔问因，这张讲是伫高速公路口翕的，我这张咧是今仔日透早要去参加一个告别式，经过西贤路甲北港路口翕的。我其他我听讲还阁有啥物？哦，嘉义县市你和我。规真侪真侪，这个用词哈、哦，这个刚刚蔡荣翁演讲的，这个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啊？真的非常恐怖哎！他们就在一夜之间，把嘉义市各大角落的一个重要道路的一个大看板全部都占领了。嘉义市之所以今仔日的这个灾情，是咱非常打拼、非常努力。议会甲县甲咱的市政府中间，大家共同打拼，咱的财政是零负债。嘉义县政府伊的负债即卖230亿，人均负债大概4万块左右啊。咱嘉义市是零啊。你袂当讲，咱要认真打拼，因想要爱就要来提起。但是我跟市长报告。这个最后的一个决定权在议会啊，议会如果不同意的话，什么人都无法做这个决定。就今天我在这边要郑重宣示的一个议题，当作是六都立合并的时阵，迄个时阵大家有话出讲，如果合并，城乡差距会越大。今天事实证明。当时的国土规划重划或者是县市合并，整个一个下来的后遗症呢，就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农业所在如农哦，你甲看过来南关市合并了哦，伊的以前的台南关，敢那像无人管呢。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嘉义市。非常辛苦的经营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赢家家治理平台，虽然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大家互相来讨论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规划，然后嘉义市被定为一个消费城市，这种是咱乐意见到的。今天咱不是平白无故，拢是中央送给咱的呢。咱家己嘛是做认真辛苦经营，所以我在这边想要听听市长你的看法。你对于嘉义县今仔日，我拄仔写的这张千门大户来到咱的所在地，四处大架大看板，你的看法？你认为？让你时间回应一下，市长。涂市长，你回应一下。我认为哈，写的人哈。不是不聪明，就是像你讲的不有用心哈、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清楚的人都知道。但是你是我嘉义市的市长，你要展现你的魄力，你要公出你的跨话。这个要议会同意，但是他怎么议会肯同意呢？第二，束缚，当然不同意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是知道的。他们的议会当然会同意啊，因为因这么负责已经上线了嘛。我在讲的是嘉义市的议会跟嘉义市的市政府，所以这不可能同意的嘛。我们嘉义市议会当然不会同意。对，不可能同意啊，所以不可能同意，他还拿出来，这显然不是谁给嘉义市看的。我们同意，我们同意的前提就是伊有咱那边啦，那安尼咱袂，伊有咱那边，这个名称我叫做嘉义区，这个伊有咱那边，这个哈、危险的讲法，因为台南县市合并一定变台南市，台中县市合并一定变台中市。台南中央是骗，台南市骗人家嘛，说伊个管政务所在的、市政务所在的，赶快要得新娘嘛，名字哈，赶快登新娘。台南市哈，如果合并会变嘉义市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讲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对嘉义市现在是没有用、没有好处的。不是名字的问题哈，这个是实质合并要对市民有好处。反正咱都是无同意就对啦。对对对对。但是你对于来四处给咱大家大看板，你的看法是安怎、你有感觉伊是千门大户无？这个难怪你会这样想，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很，这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不聪明的方法。对这个现在。既然不聪明啊，也不聪明。
他不聪明啊。哦，他不聪明。我们都没有动啊，哪里有什么不聪明？他做聪明的，他啥物不聪明？不，他亲民大户来到咱的嘉义市各重要路口，给咱大家看饭，他也不聪明。这样子算聪明吗？哈，我是认为说政治上这个不是。但是你要回应啊，市长。我正在回应中。好，你回应，你再回应一次。你对于他们的做法，你不认同？市政府不可能认同，市议会不可能同意。好。我希望市长你要坚决，你若在赢家家治理平台开会提出这个议题，你信誓旦旦大声来讲，我们嘉义市政府无同意，嘉义市议会更加无同意，安尼好不好？对，这本来就这样子。好，那我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蔡总经理。几年前哦，那个赢家家合并升格都没有通过，现在变县辖市。最后的决定权在嘉义市议会啦，我一句话安尼跟你讲尔，哈，来蔡总经理，谢谢。咱多谢秀华议员，其实你请坐啦哈。因为是这个议题哈，我相信讲对方有备而来了，他可能酝酿已久，有备而来了，居心叵测了。那不管如何啦，我足惊吼，伊唔知安那去运作，啊，甲你威胁，甲你威胁啊。啊，所以吼，这样我相信讲，咱市委官员爱护市长啊，较侪的这个思考啊，帮忙伊吼提防他们的暗算。哦，可能啊，无因无这个胆啦，这已经有备而来了。哦，啊，因负债230亿，啊，咱零负债，啊，善人要嫁好野人，真正伊真正。唔知讲伊家己长得什么样子，系啊，所以吼、哦，不管如何，因既然敢呢，因啊足巧的人，所以吼、哦，市长你是一个吼、哦，较无心机啦，哦，好啊，好啊是，但是吼、哦，人对手是高人啦、啊，对不对？所以吼、哦，这麻烦市长你较提防一下。哎呀，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了，哎，已经思考足久了，所以吼、哦，咱嘉义市吼，袂当遭他们暗算，哎，爱咱足久，袂使遭他们暗算，伊可能用一寡威胁、要挟的手段，啊，逼你就范，哎，啊，过来吼、哦，咱环保局吼、哦，那个局长吼、哦，来请教一下，咱这个动物收容所呀吼。啊！那等着死鸟死狗，啊！因拢安那处理？阿健，时间无济。来，张局长。谢谢副局长，谢谢参与。阿健，你肯讲啦，安那处理啦？今嘛是迄个动物尸体的部分，包括咱伫路边收到的这些尸体吼、哦。三四天左右会收一届。我甲你讲哦，附近的居民。先等一分钟。附近的居民，你讲哦。恁每下晡四五点的遐开始用焚化这过死去的这种动物，啊，产生出来的恶臭已经市民怪罪顶管的人了。我希望啊，局长，你伫处理这死去的动物，恁环保局者应该是吼。好好妥善处理了，袂使放任因安尼这样处理，安尼不单污染咱家己市的空气，对恁市府的形象嘛，真正足大的伤害。你当时做会到，会当个了解清楚，明仔载本席要甲你问。哦，这部分我来研究来做检讨。你下晡去了解了，随卡电话甲本席讲，你明仔处理，安尼好不好？五点进前爱甲回答。好，感谢。下面咱继续邀请傅大伟议员。谢谢。主席、市长、哦、各位议主管、哦、各位议员同仁、哦、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这边好、哦，还是首先要再一次的慎重的表达哈、哦，本席对县市合并的严重的表示抗议哈，而且绝对的不支持哈。我相信我们嘉义市民没有人会赞成这样这一个提案哈。就好像南港哎，
一个哈、哦、家财万贯的人要嫁一个穷小子，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这么做了哈、哦。然后县市合并对嘉义市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注意哈、哦。嘉义市目前是省辖市哈、哦，有独立的所有的自主权哈、哦。合并之后嘉义市变狼狈喊的，我相信这是嘉义市民所非常不愿意乐见的。我希望市长慎重、慎重、再慎重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嘉义市民绝对不希望县市合并哦，然后都要跟嘉义县表达，也要跟小英政府严重的表达嘉义市民的看法哈、哦。然后在这里我还要再请教一下，市长本席曾经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建议哈、哦，我们健康环老园区哦，我相信在嘉义市民来讲，很多人并不是很乐意见到黄老园区哦，大家都不希望嘉义市是一个养老的一个地方哈、哦，然后希望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是不是？本席曾经建议过，我们是不是把健康黄老园区哦，这 14.5 公顷哦，改为国民住宅区了哈、哦，把它规划成为一个绿带，然后国民住宅给所有首次购屋的年轻人，或者不管是不是年轻人啊，首次购屋者一直没有办法买房子的这一群啊、手头购屋主啊，无壳蜗牛主，然后让他能够在这个园区里面哦，我们规划的很漂亮，然后规划的很舒适。我觉得这反而比较符合嘉义市哦，这很多的青年朋友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些无壳蜗牛的想法，因为那嘉义市的房子是越来越贵哈、哦，大概嘉义市现在动辄千万哈、哦，千万两千万的房子哦，几乎都盖到千万以上，我相信很多的青年朋友都没办法来购物啊，所以说这个健康荒岛园区是不是做另一项思维哈、哦，改为国民住宅区哈、哦，国民住宅区啊、哦，这是本席向你的一个建议哈、哦，你还可以好好的思考规划一下哈、哦。在这里哈、哦，本席还要再请教一下哈、哦，我们建设处这里哈、哦，动物收容所还是动物收容所的问题啊、哦，动物收容所我们争取了很久哈，也规划了很久哈，从闵惠市长那个时代就已经争取到了经费嘛哈，一直到现在啊，所以说这么，然后整个地点的选择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评估啦哈，然后整个进度一而再再三的拖延哦，从去年年底就说要决定，到现在又五月份了哈，又拖了五个月，然后五个月，现在又说流标了五次，准备进行第六次的投标哈。这个动物收容所，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争取哈，从那个时候有严重的抗争，然后到平息抗争，到达成共识，然后到现在找到地点位置哈，我相信我们那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跟所有的动保团体来沟通，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哈，但是进度一而再再而三的延迟哈，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乐见的哈，而且再加上现在我们都知道哈，我曾经有去看过哈，我们的焚化炉哈是一个简易型的焚化炉嘛哈，简易型的焚化炉，然后整个冷冻柜打开来的时候，哇，我差点晕倒，那个臭气冲天呐哈，因为很多都是很多民众报请完之后，然后环保局去把那些动物把它清理起来，然后拿去冷冻起来，它是冷冻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再集体焚化嘛齁，然后不会每一只都焚化，然后有的像是打开来之后一个塑料袋里面呢，我看着他们吐出来一只狗啊，去哦对个暖乱七八糟，然后就暖狗狗，然后哦那一包臭得要死，然后冰箱打开来都非常的恶臭，我相信这个经过焚化之后，而且我们那是一个很简易的焚化炉，所以焚化完之后一定会发生很多的恶臭的味道，所以附近的居民一定对这个表达强烈的意见哦。我希望我们是不是在还没有办法，我知道新的动物收容所里面有新的最新的焚化炉，然后有在，但是在还没有新的动物收容所还没有盖好之前，我们这个简易的焚化炉是不是也要做一些除臭的处理，让让呃让
让这些恶臭不要再出现，这可能是环保局跟我们建设处两处要共同来研拟的、哦、处长，你对这样的这样的动物收容所的进度，还有它的焚化炉的改善措施有请你做快速的回答吗？好，李丁，谢谢副委员哈，副议员您的这个指正。这动物收容所，从刚刚戴议员所说的一月，他开始颁发包五届，啊，今仔日都好第六届，在刚刚十一点左右才发包开标。目前这个开标还在依程序在走，所以我得到这个标之后，我下午马上就会召集我们开标的程序来做了解。那如果今天能够顺利得标出去，有包商进来，我会立即在一个礼拜里面跟他来做绝标不是那个订约还有开工之前的协议，以便让这个工程尽快能够来推动。那至于环保这部分的议题，我也会拜托我们那个张局长这边来做谨慎的处理，以减少他恶臭还有细菌的蔓延。也谢谢议员们大家的关切，谢谢。哦，好，那处长请坐。局长，那个就是焚化动物尸体的问题啊，我知道环保局听到人民的报告，他就要赶快去处理所有的尸体，有的尸体都放在路中间都压烂了，就是让我看着那一句哦，怕开来，刚好上面的第一坨就是那一坨暖狗狗，然后看得他非常恶心哦，而且非常恶臭。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定需要赶快的处理啊。局长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做一个水冷式的，还是简易的一些简单的的这种处理，让这样的黑烟跟恶臭不要飘散到附近的民众家里哈？局长，张局长，谢谢副议长，谢谢副议员。那现在因为今天了解到这个事了哈，所以我刚初步讲了之后，大概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我们也可以去我们大的焚化厂烧，不过这个大概要解决合约上的问题啊，因为合约上我们现在签约里面是有写说动物尸体是不进我们的焚化厂。那另外就是啊，我们也可以就现有的那个炉子啊，提升它的那个功能，那增加它的空气污染防治设备。那另外我们也想说，或许啊，也可以委托外面，就是专门在焚烧这个动物尸体的这些专门的这个焚化炉来处理。那下午我会请我们局里面内部，我们会召开一个会议哈，来研拟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那个方式来做处理。哦，好，这你请尽快的想办法哈。我局长请坐哈。在这边我还要在跟我们财政处这边哈，还有文化局这边都探讨一个我们旧公所的活化再利用哈。本席上次在市政总咨询有建议建造一个多元族群文化的一个传承的这样一个会馆呐哈。我希望是不是第一优先考虑用我们的旧公所这边活化再利用哈，然后让闲置的空间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它既然是我们嘉义市的旧公所嘛，就是代表以前是我们嘉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嘛齁。但是我们把五个族群都搬到这里来，再把嘉义的四字的会馆也搬到这里来，我相信对整个公所来讲是可以达到它传承的一个效果齁。这是本席在这里跟你做一个建议齁，好好的思考齁，这整个旧公所的再活化再利用是不是可以朝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规划了齁，这是本席的建议。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原始工作者在跟我们在建议啦齁，就像我们的铁道艺术村都有原始工作者的进驻。处长，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年石雕请了国外的石雕艺术者来这边做石雕，然后给予非常多的经费的补助啦齁。然后但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艺术工作者齁，我觉得恩本情亲，我觉得齁我们自己嘉义市的艺术工作者我们不是外来的和尚才会敲钟齁，本国的和尚敲的钟也是非常的响亮非常的好齁，是不是每年这些文化工作者
在这边驻点一年后，然后我们希望把他能够留下一个很好的作品，然后让这个作品每一年都有四五位驻点工作师，每一年都有四五件很好的作品留在现场的话，我相信十年以后，我们整个铁道艺术村就是一个艺术之都，而且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哈。但是我们就需要，我相信任何一个好的作品需要有金。就是需要有补助啦齁，不要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如果自己想办法他们可能就是一万两万块钱的作品，那可能是一下子昙花一现就损坏掉了。我们像给国外的家艺术家给更多的补助，我让他的作品就能够呈现国际级齁，然后保留下来。感谢副大委议员的发言，下面咱邀请廖天亮议员发言。哦，大家好，我现在等下阿妹齁。董事长，都听你回答我，当然咧甲讲，你代表咱市长，甲伊市的市长，啊甲议会啊反对讲这个县市合并。我即卖是一直想这个问题，毋知。你当然会当代表咱甲伊市啊，市政府啦，但是你未使咧代表阮市议会，你毋知。我感觉这个咱像。我拄着啊！你看我副议长在顶头，哎，奇怪嘞！啊，我拄着无讲，哎，袂定话你讲。我说，什么你搁起来讲的？你安那代表嘛？卖回答的。涂市长，你代表你、啊？我没有代表议会，不可能代表议会。我是在讲我的市政府的时候，是我来拄着回答是讲。市政府反对，市局嘛是反对，你是安尼讲的，啊，未通过，是在讲市局，我也是安尼讲的。你即马是不是？无你个讲，该讲安怎？我作为市长，当然对这个县市合并的让嘉义市变成县辖市这个议题，我是反对的。好，安怎好？所以议会的部分，这个部分是议员的发言，对，哦，是议员的发言哦，是引用而已，我不知道代表。引用来，引用那些议会吼，是阮政体的。是，不要改。我只是想讲这物件吼，应该若要合并吼，是赢家家就对了，不是干那嘉义市县市尔。啊，所以即摆你嘉义市、嘉义县的用安尼，我是一直咧想，也毋知。我，你是毋是讲安尼？我毋知影，是毋是那铁路高架问题啦？因即摆铁路高架要嘉义市讲，要甲做伙，也毋知，甲做伙，也毋知。伊要甲做，恁即摆开始咧行，啊，即摆伊要甲扭来，讲啊，等下，等下，等下。我看是哦，这项嘛较我看我的看法啦。所以讲，因为那边落是甲含混乱关，啊，佮介关的嘛，毋是干那呢？赢家家的嘛。所以我感觉他最主要我的看法啦，可能是这个物件。即摆我，因为咱即摆来听我赢家家这吼，我即摆是咧讲，咱有开会过，咱也提案就案就对啦。我即摆是咧讲，咱重庆一家吼，重庆一家吼。咱即个化为一条重庆这一站，毋知伫靠，我到咱做红叶厝啊边啊，红叶里个边一条，迄个路应该是属于嘉义管的啦。哦，迄个地应该是即摆路本来就嘉义管的啦。啊，因为要拓宽，啊，就拢嘉义管的地嘛。啊，嘉义管地可能爱管区吼，共同的争取才有在路来做啦。刚安尼嘉义管是讲，啊，迄地咱若因也无啥咧行啦，啊，所以讲无啥要甲恁支持就对啦。啊，所以我感觉讲，既然做了因家大家合作啊，虽然因的官民行较少，但是遐的车辆足大啊，现在。所以讲，我是感觉讲，既然是不是讲会当共同争取，这个我今日咱这个干部出毛这个案啦，有一个案啦，但是吼，顶头拢无爱准啦，讲鸟可看鸟鸟未到迄件啦，我看你争取一下，我甲家官的大家讲讲，啊，都这条大家共同行。哦，阿你来个政府讲，中央来补助，咱嘛是负担一部分嘛。哦，这个我看去努力一下。我即卖来讲这个公托吼，婴儿中心吼，我去也参观过吼，我设备未歹，阿来这管理嘛真好啦。但是吼，所收的是40个嘛，就讲来当收40个娘娘了对了。我说谁讲？咱103年吼。中央补助300万，咱持有340万，就是640万嘛。104年，也中央救的啊，剩60万多来尔。啊，咱家己赔400万，所以460万。
一百块五年，伊阁加经济费变三十六万，南边三百九八十九万，拢四百二五万。即马一百块六年，中央吼完全无爱补助啊，恁个变三百七十万。我感觉中央吼，若要推塞一个政策吼，拢是头爱给你补助啦。啊，不然你来减，减，到拢无爱来补助啦。像咱铁道一输出嘛是同款啊。像咱飞行业 L 嘛同款，咱头一年家长负担五成，啊，咱市府甲咱中央负责五成，啊，五成内底中央占九成，咱一成。即马一百块六年。家庭原来话有这五成，这五成必然欺负个啊！哎，我感觉咱嘞吼，这中央安尼实在唔对啦。你一当就怎敢骗？我讲，我是蛮希望讲咱中央你该反应一下，中央唔通安尼做啊！那变成地道医生这些物件吼，那真正讲拢无，咱来看效益安怎好歹？那感觉讲较多效益讲无咱所想个，较早是中央要推个嘛，要杀个嘛，啊，所以咱咪配合个啊！啊，是唔是？研究看下到底咱的看功能性到什么程度，那许吼，那不一定爱做了。即马讲到这个村中心哦，拢总咱今年度就好了，三百七十万就对了。补助咱会当收四十个囡仔，一个囡仔就是差不多大约一万块了，咱差不多负责头一万块去啊。啊，咱外口咧投影到底？是讲你唔知偌济啦，啊，所以处长，你敢知啊？来，我讨论偌济钱。张处长，好，谢谢主席、副议长，谢谢廖议员哦。那因为我们托婴的一个收费标准，我们有托。不啦，我今麦是咧讲外口诶。对，今麦外口应该一般是万四五遐啦。哦，万四五嘛。日托。对啊，大概万四块嘛，万四五块嘛，到万五，上悬到万五嘛。我有一个上限。嘿，大概大概万五块左右啦。啊，我这样是咧想讲，啊，咱开一万块，卖好一个他，啊，以外就是到大学，因负担头都五千块尔嘛。啊，哪呢？咱无法度讲扩大去举办这个托婴中心的话，啊，哪呢？是不是来当补助？你只要拿私人的设，拿迄个条件有咱的。未歹，哦，好符合咱的条件。嗯，那哪能都直接报道到，咱再去叫办了啥？咱比方一万块，咱才开八千啊，想七千块，咱另外省的啊，对不？啊，你万变遐艰苦啊！你看你怎来办无？对，这点其实进前市长足关心的啦。我那有咧支持讲，咱来换一个方向，变安尼先像廖议员讲的。对啊，我刚刚嘛可行之道啦。这个可能我们会来做因为你今麦跟开一万起，知不知？一个补助一万起，知不知？啊，那是不是咱个补助六千嘛，几千块只人私人来要，家己要解释个一环只我倒来啦。啊，咱的企业负担较少啊，啊，无闲袂当一面啊，负担咱从做一个失败的啊，干唔是嘞？当拢赞助济啊，哦，咱是不是当来做啦？你请坐，市长，来你回答一下。涂市长。啊，谢谢廖委员议员哈，这样子建立想过这个问题。那一些私人托幼的，他们也说，嗯，啊，这个补助很高啊，他们也有提出这样子的问题。那而且我们的现在的公托啊，当然是说为了照顾弱势，但是弱势晚年还是有一些扩大了。啊，这些扩大就要很抽签的。那这些其实是，所以这个部分我要求他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因为。你刚刚讲那只是补助哦，那还有那个同仁啦，还有硬体啦啊，什么这些可能也都是要的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是不是用这个助度，那再结合哈、哦，有家人爸爸妈妈的工作，把托婴跟妇女就业等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们正在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因为这样一万块的话，问题是说到时候是谁符合了哈、哦、啊，万一。不符合的，一些年轻的，虽然他不符合，但是他还是给刚刚有人推掉，给推掉。这个部分我们要转，怎么转就少一点呢？还是用什么方式来给他们一定的补助？还是也是抽签的、啊？啊，这个部分我们再研究看看。不是，我是在讲吼，变成咱外管市拢咧扩大嘛，我几啊经费嘛。我是在讲，咱若无扩大，咱从民间咧来做。
那钱嘛开遐，没有错，那无开遐济啊，我只开较少啊。是啊，中央当然会补助，即马像安尼。怎么无啊？可能就不补助啊。我可怜啊，我再一个补助是吧？对对啊，所以实际哦，谈中央的补助。所以讲咱中央补助，咱家己开370万嘛，咱袂使啊，70万就是我40个人，坐不到10万人嘛。对不？啊，是不是讲咱安尼？像咱无啊，那无啊，到目前无啊扩大，是不是讲奖励？是，将来四年去办，这是一个比较创新。我相信是。啊，这去办啊，咱嘛个爱伊个场所啦，啥物啦，符合咱那个条件啊。当然。哦，对不？啊，咱唔知啊，保障咱遐个囡仔。是。是。你看，朝这方面去做，可有困难？比如讲，假设讲咱个空间啦，利用在阮变讲咱学校教室，还是讲啥物款嘞，还是讲啥物物件？是。有迄个地点。是。我甚至买在租嘛，保险。不对。我用租嘛，保险啊。用合作的方式来找他的收费。也可以。好、哦、我看看这件事方面去做了。好，谢谢，感谢，谢谢。感谢。各位同仁，咱上午的市政组出行已经到这，已经12点了。如果无其他意见，今天这会议到这结束。感谢咱大家，散会，多谢。